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名人钟表的 Sam。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介绍这只全新帝陀公主日历型自动机芯，型号是92513-62423BK。 这只表它是表面是黑色，在数字黑度方面是用了黄金去铸造，另外它也有一个足金的黄金外圈，在把的方面也是用足金去铸造，可以看到它的表带是经典的五板带。咁呢隻手錶咧，佢係採用自動機芯，佢個動力儲存咧係可以高達38小時。咁錶盤嘅直徑咧係20mm，錶盤嘅厚度咧係9mm，錶殼嘅材質咧係18KT 黃金再加鋼。搖教方面亦都相當簡單，只要扭開把的第一格咧就可以輕易調教日期。咁同過去大部分手錶一樣咧，扭開第二格咧就可以調教個時間。手錶除了有華麗的外形之外，它另外也有防水功能100米，還加上這個礦磨藍寶石水晶鏡面。如果大家看完都有興趣想試戴，歡迎隨時跟我們名人鐘錶聯絡。在片尾也會有我的 WhatsApp， 如果大家有興趣歡迎隨時跟我聯絡。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